又嚟到 Set 世代大人嘅时间啦 ，Samsung 就喺今日举行咗名为 Galaxy Z Series 限定夏日体验馆嘅活动，场面都非常热闹嘅。而呢个活动顾名思义，亦都会展出 Galaxy Z Fold 5同埋 Galaxy Z Flip 5呢两款最新嘅旗舰级折叠手机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一齐睇睇啊！首先讲下 Galaxy Z Fold 5先。今日我在会场第一次见到 Galaxy Z Fold 5的实物，外形上真的比起上一代更纤薄，而且拎上手之后亦都会感觉到比上一代轻。而且 Galaxy Z Fold 5因为采用了双轨结构较位的设计，令到折叠的时候可以做到屏幕之间零空隙，而且屏幕的接痕还会更加浅添。今日在会场看到Galaxy Z Fold 5的屏幕接痕真的有很大改善，而且终于就合得埋部手机了。今次 Samsung 真的在手机价位方面做足功夫的，而且今次 Galaxy Z Fold 5还配备了铝合金装甲边框和价位，机身还设有 IPX8 防水级别，令到整部手机更加实正，耐用性亦都大大增加。除了硬件上面，今次 Galaxy Z Fold 5在性能方面亦都不差的哦。Galaxy Z Fold 5采用了 Snapdragon 8 Generation 2 Mobile Platform for Galaxy 作为处理核心，再配合埋扩大了 38% 的冷却系统，大大提高游戏的稳定度和流畅度，甚至还会支援最新的光线追踪技术。好了，看埋部 Galaxy Z Flip 5先。今次在会场见到 Galaxy Z Flip 5实物之后，真的俾到惊喜我噶。Galaxy Z Flip 5的机面屏幕比我想象中还要大，而主办方还宣称啊，呢部 Galaxy Z Flip 5的屏幕相比 Z Flip 4大超过三倍咁多，而且 Galaxy Z Flip 5同埋 Galaxy Z Fold 5一样，采用了最新技术的较位设计，令到整部手机都可以做到零空隙和接痕更加浅的效果了。今次扩大了的机面屏幕也都增加了不少新的功能，除了可以回复短信和提供完整的 Full Keyboard 之外，只需要在机面的屏幕向下扫一扫，就可以调整音量、亮度、 WiFi 和蓝牙等等的功能，真的方便了不少的。之后我就会收到 Galaxy Z Fold 5同埋 Galaxy Z Flip 5嘅实机噶啦，到时第一时间会同大家拍开箱同埋测试，记得留意啊！希望你中意我今次嘅介绍啊！记得 subscribe 我哋 Mimo 嘅 Facebook 专页同埋 YouTube 频道，同埋 Alfred Mac 嘅 Facebook 专页。今集讲住咁多先，拜拜。